好，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今天的议程为处理104年度国立故宫博物院预算冻结等12案，请故宫博物院院长就104年度预算冻结等12案进行口头报告，10分钟。赵委早。那我们今天一共有12个案子要预算案要解冻，其中有8个是书面报告已经送交，以书面报告已经送交委员会了。那有4个这个口头报告的，那专案报告的，我现在一一做一个说明。第一案是冻结第一目一般行政元列5亿6400万2000元，冻结1/5。我们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们希望委员能够予以解冻。那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萧和社的问题。委员会是认为，委员们是认为我们长期把利益交给萧和社是不当的行为。那其实跟所有委员报告，我们在8月5号这个故宫消费合作社已经完全结束营业了。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透过了采购法，我们所有的卖店是由10亿多媒体公司来经营，另外我们的餐饮也由华善得标。第二案是第一目的一般行政之人员维持原列4亿7643万，冻结1/5。这一案也请委员给予解冻支持哦。那这个主要的是症结点是委员们认为国立故宫博物院用的技工有还有驻警实在太多了。其实要跟委员们报告，我们原来故宫在86年的时候原编列有技工有153人，从102年的时候行政院核定了我们的特殊技工有数是63人，从此以后我们也预缺不补，目前呢已经减额到83人。所以故宫很努力在针对这个问题上解决问题。再者，我们的临时人员委员们认为我们编列的太过多，那我们想跟委员报告，现在我们是每天是8点半开馆到晚上6点半，每天工作10小时，礼拜五礼拜六是延长到9点钟，所以12小时。那这些都是为了临时人员所用的酬金哈、哦，希望委员，那是为了故宫安全，所以请委员多多支持。第三案呢，就是书画管理研究及展览项下的书画展览原编列1238万4000元，冻结1/5。那我们也希望委员能够予以解冻。最重要，为什么104年书画处的还有各个展览的预算增多，是因为90周年是104年是故宫博物院的90周年，所以我们所有的展览都增加。像书画处为例，就增加了4个中型展跟6个常态展。更重要是神笔丹青郎世宁来华300年，是一个国际大的借展。我们像北京故宫、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跟意大利的一个修道院都有借展，目前这个展览已经在开展中了，所以希望委员多多给予支持哈、哦。第四个项目呢，就是冻结第二目文物管理及展览的南苑文物管理研究及展览的7854万4000元，予以冻结哈、哦。也希望委员，因为南苑12月28号就要开馆了。希望委员多多给予支持。关于这一个案子，主要是委员们提到了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的典藏计划。那这个整个典藏计划的所有的细节，我们已经在上一次审查预算的时候已经在这个委员会报告过。同时后呢，我们也把详细的典藏南苑的典藏计划呢送到了所有的委员的办公室。所以希望，而且上次的审查预算的时候郑昭伟也交代我们在开馆之后6个月之内再做专案报告。
那以上四个专题报告了，还有我们一共十二个解冻案，请委员多多给予支持，谢谢。好，我们现在进行询答，每位委员询答时间八分钟，十点截止发言登记。委员如有临时提案，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那我现在没有人在了。好，我们第一位要请哈、啊、这个本席来开始质询啊，来。空位。好，谢谢主席，有请冯院长。好，陈院长。这个院长啊，辛苦了啊！我想今天质询前先提一下，就是上次在预算审查的时候，我们有委员在提及，您在大陆地区接受访问啊，那个遭受对岸哈、啊、那个不当的那个新闻后设的处理啊，把我们矮化。那本席是非常的了解，你在任何场合都以国立故宫博物院这样的一个位阶啊，在代表我们的。故宫，所以我在想啊，这件事情应该还你一个公道。但是哈、啊，就是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有很多的采访，我们因为不了解他事后会用什么方式那个播出，所以我们以后就谨慎一点啊。那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要要求他不会去矮化我们，我们再接受访问啊。好的，谢谢。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给院长一个肯定哈、啊，因为您在。接受访问，您并没有矮化我们自己的国家啊，这件事情你做的啊有手有为啊，但是我们再注意一下。好的，谢谢委员。那我今天啊，想要针对故宫的未来性来跟你交换意见。事实上，这个政府资料开放资料就是 open data 这件事情啊，是我们现在行政院非常重视的一个政策。啊，在101年11月的时候。啊，在行政院的院会就去决议要来推动啊这个政府的开放资料啊这件事情，在102年度的时候啊，我们啊这个张善政政委呢，那个时候是政委，他也定了一个目标，也就是在102年的时候，那个年底每一个部会都要开放至少50项的资料。那104年的2月，就是今年的二月年初。就要启动了 Open Data 的深化应用元年，也就是今年就是 Open Data 深化应用的元年。那我想会做这件事情，院长您应该很清楚，因为开放资料是全球政府的先进指标，它不仅代表啊我们政府的施政的透明度，因为这个 data 都可以看到，那也可以代表国家它的资通讯建设跟产业的成熟度。那更重要呢，可以因为开放而使得新一代的网络资讯服务产业啊可以被催化，会有一个新的商机。那这个是属于政府的角度哈、啊、来把资料去释放。那最重要，我们还可以引进民间的创意，也就是说来截取我们的这个资料的这个民间呢，它可以用它的需求导向。是去使这种原本硬邦邦的政府资料会得到不同的演绎，而产生的一些价值的应用。那这件事情啊，这个院长，您了解吧？我知道，我非常了解，而且我们已经在做了。好，那我现在就是要问，那我们做，我们具体做了什么？是，首先跟委员报告哦，故宫的网站里面有非常多的资料库是 open 的，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也都如果你上我的网站看，你自然会看得到。
另外我们故宫教育频道已经把我们所有拍摄的影片等等也都铺到了故宫教育频道上面了。那我想我们开放的所有的资料我们都有列表，如果事后我再交给委员。好，我想哈，这个 open data 要开放的东西哈，它应该是指原始资料。好，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是我们的制作应用的资料，虽然我们故宫也放上去，可是是有更多的是原始资料。有。好，这个原始资料放进去以后呢，但是真的会读得懂的人，除非他是做研究。好，因为有像我们的数位典藏，数位典藏我们把它数位化之后，我们为了要使用方便，我们还用后设的方式去把它分门别类嘛，放进去嘛。所以这个资料，原始资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东西没有加工，只有把它原原本本的呈现做分类之后，那是针对研究者，针对能够深化应用的专家们。那另外一个就是属于我们现在已经研究发展，然后或者推出的这个任何的那个展册，把它数位化之后放上来，那它这个部分呢，是可以让所有人没有距离、没有时间的限制，随时线上浏览哈。我想故宫做了很多，但是有关原始资料，也就是在政府的这个 Open Data 的这个平台里头，我们故宫现在只有89笔，而这89笔基本上都是会计的报表啊。所以我在想，除了会计报表以外，也许在这是属于政府的平台哦。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资料该放上去？回去可以再思维一下。好的。好，这个会计报表放上去是代表我们的透明度。好，尤其像立法院委员们都很重视我们有没有透明化。好，那这个会计报表我是认同，但是还不够。那至于我们故宫的 Open Data 专区。您现在说我们放了这么多资料，可是您晓不晓得大部分是什么背景的人在使用？有没有分析？有没有去调查？其实我知道我们的一般学者会用我们，还有做艺术史研究的会用我们，老师们教学会，尤其是艺术方面教学他们也会用，更重要是很多文创产业的人，所以我们有个文创产业的 Open Data 的资料库，我们认为也在 Open Data 专区里面吗？有，还是另外拉出来？我们是在专区里面吧。Open Data 的专区里面吗？我们已经在九十七年到102年，我们一共提供了策略联盟资策会有几千张的图档，那是属于文创的。那同时，我们在我们的自己的网站也有文创专区。对。我现在意思是说，它是放在你的故宫的首页的 Open Data 的专区里面，还是另外拉出来？报告委员，我回去查一下，如果没有放在我们的文创，我们的首页的专区，我立刻再把它。对，我觉得起码你要拉进来，然后让它连接。也就是说，我不一定是点文创那个部分，我就是在 Open Data 专区里头。好的。该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看见的，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可以连接到你的文创啊，或者其他的栏位哈。好的。那我想哈，要讲一下，就是说透过这个 Google 的这个程式哈后端哈，其实本席所了解的是，因为我们的故宫本席是非常强调这个所谓的文化艺术的教育啊，我们的老师们其实使用上去啊，即便它是免费可以教学使用，那使用率也是偏低，所以我想啊，这件事情您可以跟教育部哈，在进一步在平台的时候好好的讨论，如何让那个老师在课堂上可以善用规划，把浏览故宫到这个数位的故宫里面啊，去摘取资料，甚至叫学生们可以上去做一个活动式的设计。我觉得可以叫那个教育部去鼓励老师们来活用，因为我发现老师的使用率偏低，很可惜。因为本席哈，在这个4年来的问政，好，我都自己有对照一些，我光是为儿童的这个教育，我都要求故宫做了很多，譬如说我们要有博物馆儿童教育政策，有啊。然后呢，我也讲过，我们要用儿童的世界去看世界。
那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头，唯有自己的文化的一个凸显，那他才有可能能够走出自己的特色，而故宫就是最能够养成这些孩子文化独特的地方。所以今天的 Open Data 本席就是要拿出来跟您讲，请故宫带有一个未来性，好好的善用我们的东西。好的，好不好？好的，好，谢谢，谢谢委员。接下来邱文燕委员不在，赖正昌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不在，许天才委员不在，李桂敏委员不在，陈欧波委员不在，薛玲委员不在，李同豪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不在，周尼安委员不在，肖美琴委员不在，杨琼英委员不在，叶金玲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现在请孔文吉委员质询。好，主席，各位请那个冯院长。好，院长请。孔委员早。好，冯院长早。首先啊，在这边要特别针对我们故宫博物院的这个预算的解冻案我表示支持解冻了。谢谢。因为我觉得这个故宫博物院在过去可以说是承办了很多国际型的还有很多大型的这个展览活动我觉得是办得有声有色了，而且院长个人也都非常的认真非常努力哈，谢谢，这我是非常肯定。那特别是在这个去年今年我们特别请了我们那个贵州的到我们故宫来办这个苗族跟侗族的这个银饰钱财那这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今年90年来第一次的一个创举，所以本人在这里对我们故宫表示一个肯定那因为在未来我们也希望故宫继续努力我们大概这个回期都已经是我们本届立法委员这可以说是最后一次的质询的了最后一次质询，所以我也希望院长在未来能够对于这个包括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文物，两岸的少数民族文物应该要继续了那这样的一个精神能够继续要怎么样把这个做好。好的。这个因为我一直有个观念，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地位是不分族群的它的展示你不要小看一个原住民的一个什么手工艺品或者是服饰服装设计这个品都我都觉得都可以登大雅之堂那不一定说我们原住民都是摆在那个什么顺义博物馆或者是凯达格兰文化馆，或者是在圆明会各乡镇公所里面的什么文物馆。这一次如果说我们原住民的文物像特别是在院长任内已经办理过好几次了那个什么什么之前办的那个图书展，所以我建议故宫就是把过去的就是台湾在这个民清时期有一些图书文献或者是一些地图就是有特别介绍我们这个原住民的时候在16世纪以前是在台湾嘛就是把那个时期的文物稍微清一下拿出来展然后办一个特展应该有这样的理念跟规划不是只有图书啦不是只有图书，看有没有什么文物啦清点一下这个能够拿来展这个是在故宫里面可能是压箱的一个长期不见天日的一个宝
能够拿出来展嘛，拿出来展，这个还不是只有图书啦，像你之前办过那个黎明之初啊，那个是图书嘛，还有没有其他文物啊？那我觉得都有必要啊。有报告委员，关于我们所典藏的与原住民相关的历史档案文献图档，其实我们都早整理过，也从这个2006年以来，一直都连续不断的在做推不几个月之内或一年之内总有一档关于这个，那我们会持续努力的。也报告委员，我们在故宫南院开馆的时候，在这个织品专区锦绣缤纷。这个亚洲织品的展览里面就有原住民的服饰的专区做展览，那虽然那些原住民的服饰不是本院所藏，但是我们向史前博物馆所借的，所以到时候希望委员能够出席就可以看到，那我们将来会持续努力委员所关注的这一块，或者是这个明清时期啊，或者这个有记录到台湾原住民的，有啊，委员你知道我们拍了一个绘画也可以啊，看那个有没有什么有，我们有个皇亲职供图了，委员我们用这个也拍了国宝娃娃历险记，谈到了进入这个回到了18世纪的原住民的世界里面，谈到一只狗跟它主人之间的忠实的感情，这个片子我们得了很多奖啊，委员看过吗？我是看过了，我看过了哈，所以我是说像这个那个有展过了，还有没有还没拿出来的哈？好，我们继续努力。还没拿出来的一些什么，可能是画家画当时台湾的16世纪或更早以前啊，有没有这种，我是不知道了啊，16世纪之前只要是跟原住民有关的啊，不管是绘画什么，大概清点一下。盘点一下，这样。好的，我们处长们都在，他们回去好好盘点。对，盘点一下，哎，有几件是介绍我们台湾原住民在。善本古籍里面是比较多，他们来台湾那些巡台御史等等留下的笔记、留下的著作，确实是有的。那绘画部分呢，如果包含了少数民族在内，当然不一定局限，现在不一定局限台湾的原住民。那我们也是有一些的，但我们会努力继续。这个平埔族群也是嘛，是的，这个都可以哈。那我觉得这个故宫如果能够展这个东西啊，哎，就表示故宫是一个重视台湾本土，而且重视台湾历史的一个故宫博物院嘛。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啊，特别是现在很多啊，这个朝野两党的立委都很重视本土，很重视台湾的历史。那先从原住民开始啊，先从原住民开始，本席一直强调啊，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16世纪以前是原住民是主人了，16世纪才有汉人的历史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重视原住民对台湾这一块土地它的一个重要性嘛，当然这个后面是先后来台的，这个是有它的历史啊。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哈，故宫跟台湾这个历史的一个连结很重要，就可以凸显故宫的一个广纳百川呐、这样占一个包容泱泱的一个大度的一个性格吧，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啊，再怎么样去加强凸显呐、啊。好的，谢谢委员。那我也不知道说未来可能用什么主题。但是就是以这个台湾原住民历史的跟台湾早期历史的这个主题。好的。那因为这个两岸的少数民族那还有机会还是能够继续办理吧。好的。好吧。好谢谢。谢谢委员。好，那个接下来那个江乃新委员，我们请质询8分钟，谢谢。好，主席有请院长。院长请。江委员长。院长，我想故宫啊，故宫的延伸商品啊，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商品啊，这不管是游客也好。观光客也好，网络上也好，都是
很受欢迎的，可是也因为很受欢迎，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立法院也提到好多次的质询侵权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有一笔预算也是因为有关侵权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笔预算被冻结，希望能够在这边解冻。那当然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经过我们不断的质询审预算冻结到现在为止，我们故宫对于延伸商品的被侵权的案子，我们现在到底处理的情况是怎么样？报告委员，我们首先在委员的鞭策之下，我们故宫博物院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针对在网络上面有侵权的行为的，我们每天都上去浏览。所以针对这个，我们已经有十几万件疑似浏览的案子，我们之后我们经过了评估，它真正如果是真正涉及侵权，我们会立刻行文给淘宝网这等等，他们都会立刻上下架。这个已经行之了半年多，没有终止过哈。那总计一共248755件疑似侵权，确定侵权的是32件，那我们都立刻行文给那些侵权的网站。那你们如何去决定疑似侵权跟确定侵权？这个之间怎么去区分？有这个，因为按照著作权法，因为我们有专门专业的科长带的一群人，我们在看。还有这个东西是疑似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但究竟是不是我们自己专业的团队，是一看就知道这件东西究竟是属于国立故宫博物院所有还是非。那同时候，它是应该已经转化了意向，还是真正的直接盗版？它在这个著作权法里面，它有一定的规范。再者呢，我们关于那个四库全书的侵权案，这个我们已经进入了仲裁，并且也会请这个台湾商务。现在进入仲裁的有几件？进入仲裁的有一个，有好几件，一个就是四库全书的侵四件呢。另外一个就是事件，一个是四库全书的那一件，另外一个是陈香亭的一个台湾的公司盗版了我们的档案，另外一个德意传播，它是有我们的影像，最后一个华裔是经营我们的资料库的，这四件案子都已经进入仲裁，其中我们陈香亭的已经快宣判了。我看了你们今天的书面报告哈，说你们有成立一个小组。是的。然后还涉及到跨部会的问题。对。所以现在你们成立到现在差不多快一年了。是。还在研究，还在研商策略和可行的作为。我们已经在进行了。如果成立的一年以后还在研商策略和可行的方式，那就很奇怪了。报告委员，你自己有没有看到你今天的报告上面这样写的？有，我们有成立一个这个小组，针对这个跨部会的合作侵权的案件，然后呢，你们现在正在研商相关的策略和可行的作为。报告为什么要成立一年以后还在做这些研究的工作？有需要这么久吗？报告委员，其实我们已经都在进行了，那个是一个跨部会的组织，是因为我们也请了。如果是已经在进行的，那你今天的报告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呢？你今天这样子写的话，就表示还在只是在研究阶段，没有进行实质的处理的阶段呢。有一些案子，我可不可以请我们徐处长做个说明？好，跟委员报告，那个我是文创处啊，徐孝德，那个因为我们有召开。那个小组成立之后，到目前已经召开四次会议，包含其中，有两次的跨部会议，还有一次跨部会议是由智慧局所举行的。因为这个跨部会议有请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国内啊，就著作权方面的这一个部分的一些。不是处长，我不是要听你过去讲这些东西，但是就是我是要讲未来，你到底要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正式执行，还是什么时候真的能够有一些已经这个打击侵权、打击仿冒，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我今天不是要听你过去开会开了几次啊，没有结果啊。不是报告委员，对对，因为我今天看的是你的报告，是你报告书上面自己写的，到现在为止你们还在研究相关策略和可行性，
是你们自己报告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你看你今天这个解冻案的报告上面是自己这样写的。如果你今天要解冻了，成立了一年还是这样子的话，你这个预算我怎么能给你解冻呢？报告委员，那个其实我们已经在执行了那个书面的那个解冻案的那个报告哈，是谈到有一些特殊的案子，我们要请教这些学者专家，还有跨部会的协商。但是我们自己能够处理的案子都已经进行了。你们自己处理的就事件嘛？事件是目前进入仲裁，对不对？还有我们成立了一个反冒的一个小组，我们每天都在网络上算寻找。小组多少成员？刚刚一共有7个，是不是？跟我们报告，我们整个那个网络小组啊，就是说有整个授权科哈，还有大成一个律师事务所，其实那个组合起来其实是相当庞大的。有多少人在每天上网在看？有，每天都有人。有多少人？大成那边律师事务所是在前大陆那边。有多少人在每天在上网在看有没有被仿冒嘛？你只要给我回答一句话，几个人嘛？方面有两个，还有。报告委员，我们103年11月13号，我不要你回答那么多，我只要告诉你，你只要告诉我，你现在每天有多少人在网上帮你们看？我知道你们。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大臣几个人，某某几个人，总共有3位，你一共有几个人在里边现在在看？不能讲出来的话，就表示你们有问题嘛？对，每天有3位，院内有同仁1位，大臣律师事务所那边有2位。你觉得满意吗？你觉得满意吗？这个是每天我们都要做的工作，那当然就是说，对呀、你觉得这个预算可以解冻吗？这部分必须还是要争取委员的支持，因为这部分不是要我支持嘛？你们要做出来，我一定支持你嘛。报告委员，你们有成果，我们一定支持嘛。其实，如果你们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成立一年到现在还在研究，我怎么能支持你呢？我们从11月已经查了24.8万件了。你还没听懂我的意思。如果你们今天自己的解冻报告上面讲成立的一年的小组到现在还研究策略和可行性，哪有这种可能，是哪有这样的事情呢？我这样我能支持你吗？报告委员，那个成立了一年就要开始行动了，哪里还到现在还在研究呢？所以你们的报告写的是有问题的，让你们让我们怎么通过你的预算呢？报告委员，不好，抱歉，那个报告写的不好，我们回去做检讨。这本来就是都已经在做这个东西，你们自己要看一看。你们写报告不是看在你们故宫的立场上，我今天写一个报告我做了多少事。我们在的监督的单位来讲，我是要看你的结果是什么，你防止了多少件，不是你做了多少件。你做了多少件结果一件都没有防止，你没有达到效果吗？我们是要看到结果嘛。所以你看到你这个报告上面讲我到现在还在研究策略研究可行性，就表示还没有结果嘛。我们今天要的是结果，不是要看你在做什么。报告委员，我会补充把结果的部分给委员报，另外去做专案报告。我希望你把未来的数字，未来你的目标是什么，要把它写清楚。好的，好的，谢谢。好，谢谢委员。报告委员会，登记质询之在场委员均已质询完毕。郑丽君委员、黄志雄委员之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以及陈廷飞委员的书面质询也列入刊登公报。关于今天议程做如下决议：一、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交送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本案报告及询答结束，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处理104年度国立故宫博物院预算冻结等12案，请宣读预算冻结之12案内容。第一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关于 A 会中国外旅费50万元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第二案，关于一般行政5亿6400万。2000年冻结1/5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第三案，关于一般行政2300万元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第四案，一般行政之人员维持4亿7643万冻结1/5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第五案，
管理一般行政中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办公厅设及其他建筑修缮等费用100万元，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第六案，管理文物管理及展览第二节书画管理研究及展览300万元，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第七案，书画管理研究及展览向下书画展览1238万4千元，冻结1/5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第八案，管理文物管理及展览第三节图书管理研究及展览中图书文献展览300万元，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第九案，南苑文物管理研究及展览冻结785万4千元，预算解冻专案报告案。第十案，管理文物价值运用已管理150万元，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第十一案，管理资讯管理维护中故宫行动电子服务计划100万元，预算解冻书面报告案。第十二案，冻结安全管理维护500万元，解冻书面报告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请教一下委员们，有关故宫博物院业务费中国外旅费50万之预算解冻案，是否同意解冻？同意。好，同意解冻。第二个，请问一下，一般行政5亿6400万2千元冻结1/5之预算解冻案，是否同意解冻？同意。好，同意解冻。请问故宫博物院一般行政2300万元之预算解冻案，是否同意解冻？同意。好，解冻。第四，故宫博物院一般行政之人员维持4亿7643万元冻结1/5之预算解冻案，是否同意解冻？同意。好，同意解冻。请问一般行政中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之办公厅设及其他建筑修缮等费用100万元之解冻案，是否同意解冻？同意。好，同意解冻。请问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及展览第二节书画管理研究及展览300万元之预算解冻案，是否同意解冻？同意。好，同意解冻。衍生商品是第几个？第十案。第十案。好，接下来我们请问一下，故宫博物院书画管理研究及展览向下书画展览1238万4千元冻结1/5之预算解冻案，是否同意解冻？同意。好，同意解冻。接着是博物院的文物管理及展览第三节图书管理研究及展览中图书文献展览300万之预算解冻案，是否同意解冻？同意。好，同意解冻。请问故宫博物院南苑文物管理研究及展览冻结785万4千元之预算解冻案，是否同意解冻？同意。同意解冻。请问故宫博物院文物价值，好，对不起啊，请你这样子念，我根本翻不到案子。应该要给我们一个总 list 的嘛，第一案是什么，第二案是什么，否则我们一个关系文书去翻，还没翻到关系文书，你这个东西都已经过去了。你一个总表或者一个有没有给我们一张啊？提供一下给委员。就是不给我们，然后一个再找，还没找就过去了，还没找就找到就过去了，不能这样嘛。对，这个我们下次议事同仁，我们哈那个有吗？有的话就应该要发给委员们嘛，啊，好不好？现在要进行第十案。第十案。好，请问故宫博物院文物价值运用与管理150万元之预算解冻案，是否同意解冻？那这个就是刚刚、这个刚那个、对刚刚委员询答的。要讲的这个是要他要提出来有关哈、啊，接下来你未来可以做到怎么样的一个侵权的处理这个哈、啊、运作？这个要把书面给我。好，是这个书面要提供给委员以及本委员会。好，那我们就同意解冻。好，接着请问故宫博物院资讯管理维护中故宫行动电子化服务计划100万之预算解冻案，是否同意解冻？同意。这个我想请教一下。好，请。我们现在这个你们现在要在做 APP 嘛，对不对？做了几个 APP？ 我们目前做了一个 APP， 两个。下载的状况怎样？有没有麦克风？有多少人下载？10几万吧，是吧？10来万。
我们的 APP 有十来万，而且我们第一次 APP 被网友票选为海峡两岸。你觉得十几万够不够？当然我们会希望更多的人下载了。那你第二支呢？第二支下载多少？委员，我是教育长支处林国平。我们两支 APP 合计，就是因为是同时推出的，就是16万左右。合计16万。哎，一支多少？他不是这样分，他就是说登下载的两支摆在一起，对，整个合计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就两个内容。对。一个 APP， 一个就是来之前，譬如说你到台北市，你可以了解故宫的环境，还没有到就可以了解故宫的状况。看一下那你那个 APP 是哪一年出来的？102年，二零一二年，两年前，2012年出来的吗？2012年，那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来了，没有别的出来了。后来是这样，这个是针对整体的导览的 APP。那另外我们专案做的，像那个送不出去的国书。还有针对满文的一些教学的小型的 APP 是另外在做。你觉得这样够不够？够不够？应该我们希望，你觉得这样够不够？应该要我们会努力啊！我们希望能够持续，而且我们在后续计划会持续。这样子对故宫的形象有帮助吗？对故宫的文物介绍有帮助吗？这样子对故宫的教育有帮助吗？报告员，对一些教育做的故宫教育频道啊，就当然教育的层面很广了，就说针对网络上的年轻的族群使用这个区块，是的确是有一些帮助的。当然，你说是不是能够完全有达到目标吗？有达到目标吗？报告员，我们因为未来来讲，我们要继续努力。未来也这个电子的这个部分是网络的部分是越来越重要啊。是，对不对？那你们现在我看你们那个今天给我的书面报告，一年编的是1000万左右嘛？那个是电子化政府那个部分。对啊，对，争取明年大概目前按照额度大概只能拿到500多万。对啊，是。那这样的话，你这个电子方面来讲的话，你怎么会去发挥去呢？网络行销电子方面的这些对故宫，因为你这个都可以用不同的用词嘛。是，我刚才讲过，行销你可以用，是教学可以用，是，对不对？各方面都可以用啊，认识故宫也可以用啊。是，我们专案还有像4G的专案，就有几个不同的专案。说实在的，你现在故宫的参观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参观的品质也差了很多。那现在你要做大故宫，又不是短期间能够做得到的事，如何能够再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网络行销上面来讲，或者网络介绍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是不是可以下点功夫聊聊，让人家不一定一定要到，现在很多不一定要实体商店呢、啊？虚拟的商店就可以买东西了，对不对？我真的故宫人这么多，我是不是可以用虚拟的到故宫去看你是真正的东西，而未必一定要到故宫去参观？这种各方面的介绍，我觉得应该可以想想看呢。好的，对不对？那你像这样子一点效果都没有啊？报告委员，像刚刚您有一些创新的 idea， 我们都已经有在做了，尤其像虚拟展场。我们在网络上是有的，只是说就像您讲的效果上我们的确需要再加强，我们再努力。你给我一个书面好吧，你们到底要做些什么。 好的，谢谢委员。好，我想蒋委员所讲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也是真的是呼应那个数位化时代，尤其是博物馆哈，它是无远弗届哈，所以你虚拟展示还有那个体验，这个地方的确是我们可以走在前面一点。我们虽然是非常大非常大的博物馆，但是我们的服务是要年轻化啊，所以这个我想委员的提醒，你们一定要把它当个重要的案子去规划啊，列入你的工作计划里头。那我们这个案子就同意结动。好，第12案，有关故宫博物院安全管理维护500万元之预算解冻案，是否同意解冻？好，同意解冻。好，我现在再补宣布一下，现在有吕玉玲委员跟何勋纯委员也提出书面质询，好，这个我们也把它列入公报哈，登记。好，报告委员会，有关处理104年度国立故宫博物院预算冻结，需经报告后使得动支等12案均已处理完毕，作如下决议：本预算解冻案计12案均同意准予动支，提报院会。报告委员会，本日议程处理至此，现在休息，谢谢各位。